这边最后几秒钟，请。好的，谢谢谢谢，再次感谢胡歌先生，也要谢谢 Mr. Matthew 教授。提前对我们的 Extraordinary Lights 系列的作品有所了解，有什么想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今年的这个主题 Extraordinary Lights 非凡之光。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是通过光来感知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光，我们就看不到我们身边的一切。同时呢，光又带给我们希望。它又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而同时光又可以带给我们梦想，就像今天这个展厅一样，看到了极光，看到了美妙的星空，就像来到了一个梦境。让我非常意外的就是，伯爵把光的这些元素和他们的珠宝和他们的腕表，非常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让我们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就充满了希望，然后又有很多美妙的想象。You mentioned about the lights, it's all about the dreams, about hope, and it's amazing that Piaget can combine lights with all of these masterpieces together. It's really, really amazing. 是的，那我觉得对于伯爵的好朋友来说，我们应该买一条性价比最高的，对不对？没有开玩笑啊，就是买一条当酒料，这样开玩笑。好，我现在着重的介绍一下这条项链的特别之处。好，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正面啊，正中间的位置有一颗万里挑一的黄钻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么这颗黄钻呢，是作为这条项链的主钻。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黄钻的周围呢，有一些其他搭配的其他颜色的这个宝石。那呈现出来呢，是黄色、橙色和红色的暖光。好，可不可以麻烦你转到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后呢，是一颗蓝色的宝石。它象征呢是沉静的夜空，所以整条项链它的前面是黄色、橙色和红色的暖光，就像白天，而背后呢是深蓝色，它象征的是沉静的夜空，给我们感觉就是日月同辉，灿烂星河。日月同辉，灿烂星河，是不是值得一些掌声啊？太厉害了！然后呢？我刚刚说了有九种佩戴的方式哦，大概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可以单面佩戴，可以双面佩戴，它还可以作为手链佩戴，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超值。我相信大家都心动了。OK， 那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啊，刚才胡歌先生给我们介绍过，我们项链的整个中央镶嵌的是一个万里挑一的珍贵的艳彩黄钻，同时搭配的呢是斯里兰卡的蓝宝石和坦桑尼亚红色的尖晶石以及蒙铝。黄昏入夜，我们怀着无比的期待与热情，欢迎各位 Piaget Society 的成员相聚在此。夜空沉静，群灯闪耀，漂浮摇曳，柔光轻洒，静夜静物。在此，让我荣幸地邀请各位点亮你们桌上的庆典之灯，让我们共同来见证这温润闪耀的庆典之光，一同来期待这个充满惊喜的浪漫之夜。如梦似幻，光华点点，现场所有的嘉宾们，大家感受到光的魅力了吧？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掌声欢迎胡歌先生。尊贵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胡歌先生您好，非常荣幸欢迎大家来到 Piaget 伯爵非凡之夜，也感谢我们的 Piaget 伯爵全球品牌代言人胡歌先生，引领我们开启了绚烂而迷人的企业秘境，为我们带来了今天晚上的第一重惊喜。现在，我想邀请我们的胡歌先生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我们移步到晚宴的主舞台，让我们开启今天晚上的精彩，好吗？来，这边有请，小心台阶。欢迎您再度欢迎，非常荣幸。那现在让我们有请我们 Piaget 伯爵全球品牌代言人胡歌先生正式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各位伯爵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晚宴，欢迎，掌声再次送给胡歌先生，非常感谢。
我相信大家从步入到我们晚宴现场开始，无不沉醉于迷人的光影和绚丽的华彩当中。其实呢，一直以来光都是 Piaget 伯爵创作的重要的灵感来源。在今年， Piaget 伯爵再度将光以一个非常曼妙的形式融入到全新的 Extraordinary Lights 系列的高级珠宝系列作品的设计之中。那同时今天晚上我们也是以光为题为大家呈现这样一场非常盛大的晚宴。那接下来时间，胡歌先生，我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出席我们今夜的晚宴的重要的嘉宾，好吗？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胡歌先生。首先让我们欢迎 Piaget 伯爵中国区行政总裁 Matthew Delmas 先生。 Bienvenue。 Now just say hi to everyone, sir. Just say hi to everyone firstIt's so exciting. OK. 同时接下来时间，今天晚上国际著名导演许鞍华女士，许导。欢迎你。国际著名摄影师、电影摄影指导杜可风先生。Amazing. 再度的欢迎各位。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事不宜迟，我们将掌声有请 Piaget 伯爵中国区行政总裁 Matthew Delmas 先生来到舞台。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Mr. Matthew Delmas, Managing Director of Piaget China, come to stage. Welcome Matthew. 大家好，晚上好。 And you're right, I'm extremely excited, very excited to be with you tonight. And on behalf of Piaget, on behalf of the Piaget family,because you belong to this Piaget family. One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night. 那首先的话呢，今天晚上 Matthew 非常非常的激动，那同时今天晚上非常开心的。伯爵布置这样一个浪漫的晚宴的现场，我相信每一位走进现场的嘉宾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我的体验很特别，因为我和伯爵的缘分源于非常非常多年前，超过十年。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伯爵的代言人，但是我非常有幸受到了伯爵的邀请，第一次参加了伯爵的活动。那个时候我和在座的各位一样坐在台下，我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会成为伯爵的代言人，这就像一场梦一样。所以我今天步入这个现场的时候，我发现我又走进了这个梦境，它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让我一下子又回到了原先的那个我，也看到了我和伯爵这么多年的缘分，也非常感谢伯爵一直陪伴着我走到今天。说太棒了。